我唱乐曲，唱了40年，唱了40年还不能买房子。但是我跟周星驰拍了2年就会买了2个房子。哎呦，那你不会碰到金融风暴吗？咁令我走出嚟路咧，就系多谢周星驰啦。咁到同周星驰合作啦，佢又发掘咗我嘅丑生搞笑嗰种感觉出嚟。就连你的同党，他们也跟你作对。你的妻子何月明天大概要输100亿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这些混蛋，下界下界！方唐季、陈梦吉，你们师徒俩堂堂男子汉，公然调戏弱智女流，不但偷吃不擦嘴，而且还猜这么不干不净的拳。